尊敬的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！很高兴今天大家能够聚集在这里，一起研究关于佛教的主题。今天这个讲题，21世纪的佛教，是同学们提出来的，我就以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个人的一点心得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我们生活在21世纪，当然应该关心在这个世界里佛教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利益，产生什么作用。首先我们必须给佛教下个定义，佛教到底是什么。现在一般人往往认为佛教是宗教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在50年前就提出，必须为佛教证明。中国古代圣人孔子说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所以正确理解佛教的定义是很重要的。当时我就提出，佛教是佛陀教育，这个定义，从这个定义来看，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。佛教教育的目的是教人离苦得乐，苦由迷惑而来，乐由觉悟而来。那方法就是讲经教学，从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仪中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。佛教确确实实是教育，根据汉传佛教的记载，3000多年前北印度释迦族的悉达多太子19岁出家，30岁开悟，号释迦牟尼佛。成佛之后就开始讲经教学，将自己证悟的真理传授给世人，帮助世人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他讲阿含12年，相当于佛教的小学；讲方等8年，相当于中学；讲般若22年，相当于大学；最后讲法华8年，相当于研究所。他一生教学49年，举办过的讲经法会300多次，一直到79岁离开世间为止。由此可见，他是一位终身从事于教学的职业教师，是伟大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。而且由于他的教学完全是免费的，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位社会教育义务工作者。如此，佛教可以说是一种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那么佛教佛陀教育的内容是什么？归纳起来，
佛教包括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科学教育、哲学教育，而且这五种教育都达到了登峰造极。前面三种是普世的教育，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的教育，这是21世纪世人普遍欠缺而急需要完善的教育。后面两种是高等教育，是高等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，这是在普世教育的基础上，使个人的境界更加向上提升的教育。这也是21世纪所必须的，21世纪急需的普世教育，以佛教的伦理教育。伦理是讲什么？是讲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，这叫伦理。关系明白了，如何把关系处好，这是教育。佛陀教育里面特别强调伦理教育。佛说，观无量寿佛经，上面说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无量寿经上说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憎忌，又无相通，无得贪惜，颜色长和，莫相违利。六祖坛经上说，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连，让则真尊卑和睦，仁则众恶佛训。善生经更加伦理教育的细目诸条分别，以便于奉行。以父子关系，子女对待父母，夫为仁子，当以无私敬顺父母，云何为伍？一者供奉能使无法，二者凡有所为先百父母，三者父母所为公身不逆，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义。针对现代子女不奉养父母、无逆不敬等错误行为，这提供了敬顺父母的正确做法。父母对待子女，父母赋予无私敬事其子，云何为伍？一者知子不听为我，二者执受视其善处，三者慈爱入骨髓，四者为子求善换取，五者随时共戒所需。针对现在父母疏于管教、溺爱放纵等错误的行为，这提供了教育子女的正确方法。二、师生关系，弟子对待老师，弟子敬奉师长，富有无私，
云何为无？一者即是所需，二者礼敬供养，三者尊重待量，四者思有教之，敬顺无为，五者从思闻法，善持不忘。针对现代学生，不尊师重道、不依教奉行等错误的行为，这提供了清净师长的正确做法。师长对待弟子，师长负有无私，敬师弟子，云何为无？一者顺法调御，二者会其未闻，三者随其所闻令善意解，四者视其善有，五者尽其所知，会受不吝。那么针对现在老师不尽职责，疏于教授的错误行为，这提供了教育学生的正确做法。三者夫妇关系，丈夫对待妻子，夫之近妻也有无私，那云何为无？一者相待以礼，二者温言不缺，三者衣食随时，四者庄严仪式，五者维护家内。针对现代丈夫轻慢妻子、不知体恤的错误行为，这提供了尊重妻子的正确做法。妻子对待丈夫恭敬于夫，云何为无？一者先起，二者后坐，三者以和言，四者敬顺，五者先意诚之。针对现代妻子不敬丈夫、不贤良如何等错误行为，这提供了恭敬丈夫的正确做法。四者亲属关系，人对待亲属，父为人者当以无私亲近亲族，云何为无？一者给施，二者善言，三者利益，四者同利，五者不欺。针对现代人不体恤亲族、不互相照顾等错误行为，这提供了亲爱照顾亲族的正确做法。亲族对待人亲族也以无私亲近于人，云何为无？一者互放逸，二者互放逸食材，三互恐怖，四平相交接，五常相称叹。针对现在亲族之间不相往来、不互助合作的错误行为，这提供了互相照顾的正确做法。五、主仆关系，主人对事仆从，主与师同，以五事教授，云何为无？
一者随能时也，二者饮食随时，三者赐劳随时，四者病于医药，五者纵其休暇。针对现代上级不知体恤下属，不照顾下属的错误行为，提供了宽容体恤的正确做法。仆从对待主人啊，仆从时复以无事奉事其主，云何为伍？一者早起，二者为事周密，三者不逾不取，四者作物一次，五者称扬著名。针对现代下属慵懒傲慢见熟自道的错误行为，这提供了尽职敬业的正确做法。六者信仰关系，信众对待宗教师谭悦，中国人叫施主，当以五事供奉沙门婆罗门，泛指一切宗教师啊，云何为伍？这都是五种。也身行此，二者口行此，三者意行此，四者以时施，五者门不制止。针对现代信众不善意成事，不恭敬供养，错误行为，提供了奉事宗教师的正确做法。宗教师对待信众，婆罗门、沙门、当佛仪六事而教授之，云何为六？一者防护不令为误，二者直受善处，三者敬怀善心啊，教怀善心，四者从未闻者闻，五者以闻能思善解，六者开示天路。针对现代宗教师，不勤于讲经教学，不善于教导信众，错误行为，这提供了教授信众的正确做法。如果大家都有伦理的观念，处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社会就不会有动乱。每个人爱父母、爱家庭、爱邻里相当，他会为社会造福，绝对不会破坏社会。所以伦理教育非常重要。二，佛教的道德教育。在佛教教育里面，道德教育涵盖的范围很广啊，仅此以十善作为代表加以说明。一，不杀生，就是不杀害一切动物的生命。积极的方面就是要爱护生命，这是仁爱的表现。二，不偷盗，就是不窃取他人的财物。积极的方面就是要布施财物，救济贫苦，这是道义的表现。三，不邪淫，就是不从事
正常夫妻以外的性行为。积极的方面是要修行清净的反省，这是礼节的表现。第四，不妄语，就是不说谎话。积极的方面就是要说真实的语言，这是诚信的表现。第五，不念时，就是不说挑拨离间的言语。积极的方面就是要处事他人和睦相处，这是和合的表现。六，不恶口，就是不说骂辱他人的粗犷恶言。积极的方面就是要和言细语，这是柔和的表现。其不其语，就是不说花言巧语。积极的方面就是要说端正实在的语言，这是正直的表现。八，不贪欲，就是不生起贪爱执着的心。积极的方面就是要培养清净心，这是理性的表现。九，不嗔恚，就是不生起愤怒怨恨的心。积极的方面就是要保持仁慈忍耐的心，这是镇定的表现。十，不邪见，就是不生起偏邪错误的见解。积极的方面就是要升起明了因果法则的正确见解，这是智慧的表现。三，佛教的因果教育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时代，科学技术进步，但是伦理道德堕落，达到了低谷。用伦理和道德来救世间，都还来得及。唯有用因果来救世间，啊，还行得通。虽然很多人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但是这方面的道理与事实，他听多了、看多了，就不得不信。明了因果的法则，能够使人提高警觉，不敢以不善的心、不善的言语、不善的行为对待他人，否则通通要遭受果报，很可怕了，并不是你做了以后就没事了。如果人懂得伦理道德，他就不好意思为非作歹，因为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。如果遇到高明厚利、美色的诱惑，人往往会屈服于名利财色，于是就昧着良心干出坏事。相对的，如果人真正懂得因果法则，他就不敢造恶啊，因为他知道因缘果报决定是真实的。佛在经上常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现在造作一些罪业，果报没现前，是什么原因？是过去生中你修的福报还没有享完，等到这些福报享完了，你罪业的果报就现前，那时你就会苦不堪言，
后悔莫及。要了解佛法的因果教育，就不能不学习唯识学。唯识学是佛门的心理学，主要是讲八个识。前六识眼识、视觉，二识听觉，鼻识嗅觉，舌识味觉，身识触觉，或意识之知觉。这在心理学是属于所谓的意识层面。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是属于潜意识的层面。第七名，第七识的名字是莫那，意思是染污，它的作用是执着第八识能见的部分为我。这个作用使得前六识都被虚妄的我执污染了，所以它名为染污。第八识的名字叫阿赖耶，意思是含藏，它能够含藏一切法的种子在里面，所以名为含藏。因果法则运用的关键就在于第八识阿赖耶识。每个众生一切身口意的造作都会留下印象，就是记录，在阿赖耶里头称为种子。这是比喻，犹如是在心田里面播下种子啊，就是阿赖耶识播下种子。这些种子就是因，它们具有开花结果的能力，称为业力。行善播下的善种子，那是善业，具有善的业力，能够在未来世形成善的快乐的果报。那造恶呢，就播下了恶的种子，这就是恶因，具有恶的业力，能够在未来形成恶的痛苦的果报。在因果法则里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分，叫做缘。那后来所做的身口意行为，对于前面所做而留下的种子而言呢，那就叫做缘。善行对于善种子而言是顺缘，善缘可以帮助善种子成熟，那就是善报。对于恶的种子而言呢，是逆缘，会抑制恶力种子成熟啊。反之，恶行对于恶种子而言是顺缘，它可以帮助恶种子成熟；对于善恶种子而言呢，这是逆缘，它会抑制善种子成熟。于是，虽然善恶业不能互相抵消，但是可以互相影响，所以整个从因到果的过程是相当错综复杂的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因缘在互相影响。第八识不仅是善恶种子的储藏所，而且是轮回的主体。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，眼等七个识，注意
失去作用，最后只剩下第八识。这个时候第八识里头过去所种的种子都会争着冒出来，啊，最后因缘最成熟的一个种子，它产生的结果带领整个第八识去向轮回的下一个旅程。如果这个种子是与实相相应的强大的善业种子，就能使第八识投生到天道。啊，如果与无界相应的善业种子，就是第八识投生到人道。如果是行善事，带着好胜傲慢的心，这个善业增长就会投生到阿修罗道。啊，阿修罗也是天道，四天而非天的一类众生，啊，他的福报很大。如果是与痴心相应的恶业种子，就会投生到畜生道。如果是与贪爱心相应的恶业种子，就会投生到恶鬼道。如果是与嗔怒心相应的恶业种子，就会投生到地狱道。大宝积经上说，家世近百劫，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所作业不亡，阿赖耶识的种子不会失去，因缘相会时，果报还自受啊。阿赖耶就是一般人讲的灵魂啊，这是因果法则的最佳写照。众生第八识心田里的善恶业种子，纵然经过非常久远的时间也不会消失，一旦遇到足够的助缘，他帮助他就会产生果报，让这个造业的人来承受。关于六道轮回，以前有很多人认为是迷信，但是现代的科学家经过各种实验与研究发现，人确实具有前世今生与来生，但也发现有些人前世是畜生。有些实验在证明确实有鬼道众生和高阶神灵的存在，这许许多多的佐证都证明了六道轮回确实是存在的，也证明佛教的因果法则真实不虚。明白了自己时时刻刻的行为都会留下记录啊，起心动念就有记录，日后都会产生报应。人们还敢造恶，还敢不努力行善吗？所以因果教育具有强大的防非止恶的功效，对于社会的安定和谐产生极大的正面效果。因此明朝大德周安世先生说，人人信因果，天下大治之道也，人人不信因果，天下大乱之道也。这些话运用于当今21世纪，仍然真实不虚，利益无穷啊。21世纪所需要的高等教育，
是佛教的科学教育。这些话运用于现今21世纪，仍然真实不虚。佛教经典里面记载许多与科学相关的内容，令现代科学家叹为观止。佛陀在3000年前说过，他看一杯清水里头有数不尽的虫。科学家直到16世纪发明显微镜之后，才知道原来清水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细菌。佛经里说，物质分析到最小的叫灵虚尘，再分下去就空，就没有了。又说物质是由心念产生。量子力学家最近几十年才发现，将物质分到最小的是中微子，再分下去物质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，只剩下心念的波动现象。所以他们的结论是，物质只是心念波动所产生的一种相似相续的幻想。这个结论跟佛教的记载完全相符。400年前，世人还一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太阳绕着地球转。而早在3000年前，佛陀把宇宙的组织讲得很清楚。他说，地球绕着更大的天体在运行，几乎1000个这样的天体成为一个小型世界，集合1000个小型世界是一个中型世界，集合1000中型世界是一个大型世界。宇宙里有无数个的大型世界，在华严经里，佛陀甚至于把这些大型世界的形状组成讲得清清楚楚。最近30年来，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宇宙奥秘，跟佛经大乘经上讲的一样啊。佛陀在3000年前讲万法皆空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全被量子力学家证明。又说宇宙的缘起，科学家说的是大爆炸，佛法里面不是，说不是，不是爆炸，是一时顿现。这也被现代科学家证实了。佛法讲因缘生法，这个科学家也发现。科学家说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都是互相有联系的，他们用的名词叫纠缠，互相纠缠在一起产生的现象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单独存在的，无论是物质或是精神都不可能独立。他说单独毫无意义，一定是许多重叠在一起才有意义出现。这就是佛法讲的因缘生法。常说的四缘：情因缘、所缘缘、无间缘、增上缘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通过20-3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，
从宗教里头走出来了。它是什么？它是尖端的科学，尖端的哲学。这里头确实有大学问。无宗教的哲学教育，自古以来，中西方的哲学家，我们说东西方的哲学家，对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有种种的思考与理论，尤其对所谓的本体论，更是众说纷纭。二佛教对于诸如形而上学、宇宙论、知识论、伦理学、价值论这些等等，这些哲学领域都有很清晰的论断。佛陀具圆满觉悟，宇宙人生的真相高度，将一切真理明明白白地宣示出来了，包括宇宙人生的本体，而且更进一步传授了如何修行才能亲身体证这些真理。这些修行的方法体系都原原本本记载在佛教经典当中。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宇宙人生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暂时显现的，他们随着因缘在改变而改变，随着因缘分散而消失，变化无常，没有属于自己的永恒不变的实质，因此说他们都是虚妄，必须具有永远不变的特质才是佛法所说的真实。当一个人真正看清一切现象虚妄不实的本质，放下对这一切假象的执着，他就如如不动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，而能永远守住清净平等觉，所以他不会嗔恚，不会贪念，不会生起一切烦恼。华严经上说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众生自己的真性显现的，都是自己的妄识第八识变化成的，因此宇宙的本体就是众生自己的自性，也就是万事万物的发心。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上到诸佛如来，下到地狱众生，跟我们自己是一体的。外面旁起花草树木山河大地，跟自己也是一体的。这就好比大海里面波浪和水泡，虽然有千差万别，各种形象，但是他们的本质都是水。如果我们不去看他们的表象，只看他们的本质，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体的。这又好比做梦，梦中的境界里头有人、有物、有树木花草、有山河大地，都是从哪里来的？
都是自己意识变现，绝对不会有一个东西跑到你梦中去。所以梦中境界全是自己，是自己的心变现的。离开自心以外，梦中无有一物。我们眼前这个境界就像做梦一样。永嘉大师说得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六趣就是六道轮回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他要是醒过来，梦醒了，这些境界全都没有了。六道轮回梦醒了是什么样的？是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。他醒过来了，看到的是四圣这个境界，六道没有了。然而四圣也还是在梦中，六道是噩梦，四圣法界是美梦，但还是在梦中。这个梦要是破了之后醒过来，那就成佛了。佛是什么境界？佛是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真实的，实法界是虚妄。虚妄的法界没有了，真实的法界现前了，叫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同时也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土。众生根福是一不是二，同体同一个自性，不是两个。都是心性识别，心是真心，识是妄心。能生能现的是真心，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，所以叫一体。经典上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把经典的理论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，把经典里面的教诲变成我们的言行，这才真的利益。这个利益就是我的哲学老师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也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真实之利，真实的利益。这是佛教的哲学教育带给现代人的最大利益。21世纪佛教的真心，2000年前佛教传到中国，大乘佛法曾经在中国大放光明，盛极一时，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受到佛教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科学教育、哲学教育的熏陶，所以世道人心淳厚，国家长治久安。佛经、佛教讲经教学的传承一直延续到150年前，那时大小寺院庵堂都重视讲经教学，把佛陀教育沉传下来。但是最近这150年来，一方面由于清朝末年开始疏忽了这一方面的提倡，另一方面由于常年的战乱、社会的动荡，导致今日大乘佛法讲经人才凋零，教学沉船岌岌可危。在今天佛教三大语系当中，南传佛法和藏传佛法的
讲经教学制度还维系得相当好啊，不乏师资人才。唯独传到中国汉地的北传大乘佛法讲经人才严重缺乏。现在中国大乘佛法八个宗派都没有传人，在净土宗我们这是最后的一代，有没有机器的人才很难说。如果要把大乘佛法兴旺起来，必须采取古代大德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要背诵经典，传承哪一宗的人，就要背诵那一宗的主要经典。例如，沉传华严宗的人，华严经要熟背，要背熟。沉传净土宗的人，无经一论要背书。啊，学习经教兴旺佛法是很辛苦的事，不能有明文利养的心，不能着急在外面到处讲经，会 招来嫉妒障碍。一定要把心定下来，深念扎根，专精学哪一种，就啊，将来就能够为那一宗的祖师，为那一宗的继承人。啊，如果是小孩，就要从扎根教育做起，根扎稳了，以后在经教上就没有障碍。所以要学文字学，这是学问的根，还要扎德行的根，要扎儒释道三个根，要在生活当中落实，那就是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和因果教育。德行学问要高出常人一筹才行，小孩要保护好，绝不出名，不宣扬，老实在家读经。那每天像刘素云一样，一天学十个小时经教，念几个小时佛，啊，跟我学习的人有两个。啊，相当有成就的就是刘素云和胡小林。啊，胡小林六年来专读《大乘起行论》，学习如法。啊，你把书念上三千遍、五千遍就不一样了，可以无师自通啊。啊，刘素云也是在《无量寿经》和《念佛法门》一门深入，20年的熏修，所以他也得到很好的成就。啊，因此无论出家在家，你必须把书读上3000遍、5000遍，才能自见其意，无师自通啊！啊，希望我们大家了解了这个秘方。在21世纪佛教这个情况之后，也能发起兴趣来研究。啊，这将对自己与身边的人产生很好的作用。相信大家学习的越深，获益就会越大。最后，敬祝大家身心
难抗，六时吉祥，尽逐贵校，教学日新，声望日隆。谢谢大家。